开饭了，姐妹们！今天我们吃一个4斤半的大红龙。祝看到这个视频的姐妹们今年都能吃上我这么肥的大龙虾。哇塞，这个感觉今天蒸的时间有点过火啊！蘸个我的，哎呦，蘸个我的独家小料汁儿。不过，看看这个龙虾肥不肥。哎呀妈呀，妈呀，扎手了，这个龙头太紧实了。下一个视频我们做一个椒盐。